但是他有留桂玉尾哦，那个帮你留在旁边。下面要一个三包。对啊，你看到人家金鱼。啊，不要，你就点完。不好意思。好了，鳕鱼还有吗？还有人没有拿到吗？都有人拿哦。我买了。好了。来，都有了鳕鱼，然后来扛过来。爱回鸡丸没人要吃哦。你要花枝丸的吗？来，给我来，花枝丸给我。给老板买一整包的吗？400块。回鸡丸400，还是要买两包的来？还要几碗？真的啊？你这边穿啊？带几罐？带拢全部啊？啊，毛刷一道，来刷一道，等于擦球错，足球的足球的，你等于拢免处理哦。好，然后再个买一个来。还有帮你拿掉。有忘文了啦。后面有啊，画画有点像。来，花枝丸来，200块。还能拜托哦，好香，肚子饿了，快点。没有啊，没有。买200来，花枝丸。一包的啦。我留了，我留了。再开。哎，200块来。哎，等于煮菜熬汤了了，能拜托。会记完吗？他是叫你好加外面。他还没找。这谁？对呀。整只鲑鱼不知道还有吗？有。我记得下面还有三只鲑鱼。还没有。等下会请，我觉得他等下会请。他今天来比较多。来个无，来，卖晒啊，无你卖一摆啦，人少去好卖，正好诶，两只五十包，要四条路够食啊，卖两百你干哪？我叫你买几包，头拢滚下来，我搞卖一百阮，我先个。卖一百无够一罐头菜。季节用一碗番茄酱就好吃啊！季节哦，一碗蛋也免裹粉，规条甲蛋好吃。等下你有个人来无？撒胡免裹粉，一条蛋好吃了啊！撒胡椒粉比较好吃吧？哎，撒胡椒粉。哎，搞怪啊！我喜欢你嘞，为着安尼，坚持。我买裹粉，你爱搞？坚持要裹粉。什么珍？什么？什么珍惜？坚持啦！要珍惜，真是。没有，他叫我不要买，他说我就是没有火火锅炸，不然不要买啊。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你有抢来对吧？没啊，珍惜。没啊，珍惜啊。阿元上高抢。哦，阿元上爱抢，王力有珍惜。阿元哦，阿龙唱歌爱烧声，爱漏风。啊，个全是改编版的啊，全部拢感情。沧桑版。诶，拢感情。个人来无？还有人要吗？200，等我哦，会寄完，来一边来，这两包好不好？好，看看阿龙，我买着了哦，来，放这来。阿公，你说八卡了？我老公八卡了。哎，菜条贵吗？那么讲。我讲八卡卡好。你拿菜条贵吗？八卡卡好。哎，家人可以买一半。要给他卖一半掉。好啊。刚卖过而已。菜条贵，搞两个人包8500，300。来，菜条贵，搁上来来，两包8500，来一边来。来150，还有谁要菜刀贵的？150，港式萝卜糕，来，来150来，150，够了吧？这菜刀贵真正，吃过两顿的都真正好吃，好外片，2包150，无人来哦，2包150，来2包来150，有拿吗？2包150，在旁边。他等一下，顺便拿生食几干贝。来150，我先来150，有人爱无？150，最后一个我啦，一边卖啦。来生食干贝的话，你几块哈？几块啊？一块来生食干贝。那个后面的拿了吗？刚才留干贝的拿了吗？拿走了。拿了，后面拿了，那你来。30干贝哦。过来，要干贝生食几个不？20哎，归我的。20哎，很快吗？哦，多了没有？30几的认证书用点对啊。1000锅。这种
家都有检验的，认证的，健康生食级的。到人咩？二十多年参加利用的，个人买无1000块，半只鲑鱼，千名，真的。有没有人要？有一只有半只鲑鱼，有一个半鲑鱼。啊，先去给了。还有两尾。这什么？因为他有一只好像只有切两尾。这个好，切两。他想再这来，我再换了。到人们吃吃啊卡。吃啊卡到人们吃的。这是等于季节的哇，是简单的啊，真真的炒炒的。这干那吼，阮阿姨甲阮阿姑啉烧酒，两个配你一箱。过年刚拢唔知啦，连背都背袂起来。那你看，咱应该是无啉啦。咱无啉啦。有啉就包得过来啊吼。阮阿姑讲，伊昨去 KTV 有啉啦。我讲我去 KTV。你怎唔是安尼讲？你手会先卡着呀？哎，四个客人尔无啊啦，只要餐厅要吃清淡，要开1500，免1500啦，1000啊，免啦，你有想要吃四个客人来，500块留来，500块，没有了。我做你。哎，500，有没有蟹脚的？这只大堆一分卖你500块，无啊，要买啦。这是哦，原本有一个小姐，搁一个头家要买，啊，再来结果无人来，结果伊无来啦。来，有没有人要？500块。哇！这个红旗，这红。不要排了啦！不要排，他说不要排了。不要排了啦！不要排，收钱。看最边。哎，有没有人要500？来那边那边。400块留了，我根本没交留。来400，包两份。400。两份啊，他两份啊。好，今天又可以吃炒面。再再再结，再结。来400。最后一个有没有？400块，再给他了。谢谢。阿公，你被冲下。我拿回家吃啊。来，拿走。这什么？汤。来，拿前面的。后面那剩下什么鬼？鳕鱼，然后羊肉跟那个羊肉跟排骨。羊肉排骨啊，哎呀，跟羊肉排骨。这白菜肉搞了没？白菜肉，邓奇，你搞微波加热，隔水加热。退冰，阿兄小刘啊，足简单嘞，外口一包卖你150，一包150，两包多少？300，这两包300块够人要食白菜肉的。干贝鲍鱼，哦，干贝鲍鱼白菜肉，够人买，奖买两包，来，一包150，两包300，两包300，这两包300块，两包200了，有啊，最后两包，两包200块。无人买哦，是哦，结果到时候看，两包半个啦，150了，好了，哦，那个什么，那一个什么，还半个，白菜肉两包半个，无人，太便宜了，那太便宜，是，你好平常店叫副品打一份，啊，只一块一碗尔，啊，6块，其实这一包卖75块，无人买，半个，再一个，关键。有啊，这鸡汤啦，因为啊，赶快来吃吃伊啦，是饱，哎，100块啦，两包100块啦，够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等下，哦，猪排啦，是剩下最后一招，哎，这是猪排啊，两包啦，2包100块，你觉得是达不到那个价格，2包150，剥皮辣椒鸡，赶快，等伊好烧了，那种拜拜嘛噻，你今日可以直接拿出去拜拜，就算一家咧搬拜去都拜拜嘛，应该不到，拿得到，哎，100块，哎，2包150。够了吧？来掏钱。啊，这一包白菜肉，一包剥皮啦，要吃的话，回来赶快出去叫服务员。那我买。我不是很重。那个蛮好吃的吧？蛮好吃的。在做白虾仁呐。啊。好，我这个会虾仁，好不好？稍微弄。来，这日式猪排啦，日式炸猪排。是吧？用电锅就好。这个啷么吃？这拢无骨嘞。这吼、哦，外好就是人自制的吼、哦，放伫个咖喱饭馆顶无？咖喱饭，来，爱食啥？有好一地单点要开60-70啊，姜尾两地、三地、四地、姜尾五地，去我这坐200块对吧？这五地200块，六片200，七地200，八地200啦。把人要食日式猪排，这粉薄薄啊尔，应该爱切但是哦，安尼对吧？看这地了，这粉啊薄薄，安尼看会着吧？这几地？八地较紧，我要烧袂晓烧的啦，九地来十地来200块，十地200斤的哦。不过人要吃猪排无？日式猪排，两块，来，4块，
我十块，来八块，来十块，两百块了。我知这相近了。来二，来四，这好像是龙王，这个好像是龙王去弄。来十，来二四六，七，用什么？正经八是几斤的？八。这个你几哦？三啦。五啦。四哦。来啦，这儿。来，二、三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。来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。二、四、六、八。来，再上来啊！来，二、四。六，来八，还是要上来啊？二，来加，这里六，八，收起来啊！二，四，六，八，五啊，升级五点，哎，行了，变成你。怎么样？啊，你会能办？再一个，各上你几位？要。再一个，各上你几位？哦。啊，一直上烟，我就是一个。啊，我那是三个。六。这样子没？其实今年还好。今年刚好可能休礼拜三到，可能会碰到礼拜三、礼拜四休息而已。欸、你 今年是不是到礼拜四就结束了休息？到礼拜四，就是下个礼拜啊。到礼拜天吧。礼拜天，下个礼拜整个礼拜休息哦、喔。哪有？没有，礼拜天是那个、啊、中元节、啊。不是，我说下礼拜了、啊。下八支下去八支了。下礼拜。到礼拜。光看好像到礼拜四。因为于是好像休五天吧，四一二三四。没有像没有办法像去年这样子了，来说白客，白客好像没有办法像去年这样子休两个礼拜，加油，三包，礼拜五，三包，礼拜六、礼拜天还有做，来，哦，现在礼拜六日有嘛哈、哦，那我弟，那我弟就休息了，那就是我没有，我六日啊。他、啊、因为四五班就拍四五六日啊，礼拜还有吗？我弟就休息。我看一下，我这边有那个疑似的那个行事历。我拜五。哦，到礼拜五那个这边。来，你们要吃鲨鱼肚子？休五。我来。休。我来。我到。虾仁，我把炒虾仁炒起。来。下礼拜什么礼拜？你大粒没？哦，拜托，臭虾仁大粒，这大粒一斤我四磅，来，一包五斤分两个，一人两斤半，五百块了。还有那炒虾仁吗？来，五百一瓶。不然不臭虾仁吗？回去我再公告。赶快啦！一包五斤分两个就对了，大粒的臭虾仁炒虾仁啦，这我好一斤大概四磅，你无得买啦。套啊！来，我爸来，五百块来，来过来过来，来家姐，卡住上面，卡住上面，爽！哦，贵呀，呜，你稍微贵搞两出来好不好？在这里呀、啊，一千块呀、啊，这一千已经塞底了，来。家姐，炒虾仁，对，炒虾仁，多炒虾仁，现在都剩炒虾仁了。来，真的没？哦，还有好来，来，五百来，我帮你拿，五百来，好虾仁呢，好虾仁，要一包，加，来，要怎么样？哎，你怎么炒这一包？可以啊，好，六可以还要。钱收了啊！
等一下嘿。还有吗？啊，还有，还有，来，还有就再开来。来，把这个结。我加两个。好，这样没有了。好，给我白虾仁啊，白虾仁煮几包？一人包哦，安嘛无啊？还有要白虾的吗？来四百五，四百块人了，来吧，四八，我让啊四八，来啊，不要来，给你了，来个姐来四八。四百块，四百四百，紧嘞，包包皮无人哎，我输起啊，四百，来旁边。下礼拜天他要看状况哦，因为下礼拜天好像是中元节。来，这个来。下礼拜天当天是中元节。这刷移动，这个我来讲，这你注意点，讲你卖两栋，这全部都改出一千二。这餐厅差几块？下礼拜休，一二三四。这你给我切了，看细点。下礼拜休，一二三四五。这个哈，其实他是教。所以我弟就休息了。全部拢教。我弟就休息了。你得给我切了，看细点。炒豆油水条啊，炒一个高蒜头做三杯，足简单嘞。你水条讲，餐厅哦，炒一份哦，一半规半拢芹菜啦，一份偌济？一份卖你三五四百啦。来，你要想要吃的，你进来。这里也要吃过一届来，拢买几包。来，只要问者来，卖少你买几包，我少点，现在较大水要去啦。好虾仁还有吗？无啊，两百块了，百人买。陈云，好虾仁没有了。来，两百还有人要吗？两百了。好虾仁没有了。来，再来两百来。剩下白虾仁。完全拢袂嫩，你放心袂嫩，一根鸡蛋咸我。啊，你啊家煮成骨胶有关系哦。我知道，可是炒虾仁没有了，剩下白虾仁一包而已，炒虾仁没有了。好像人他卖光了。来，两百块。来，这个时间我跟你讲，这个时间点有货的很少，所以我就不太看讯息。通常过了现在已经9点多，通常我不太看讯息。来个人，来个人。所以这个时间你应该在现场的。两百块，知道吗？来，阿彪。发霉了。这东西哈，你搞切了，搞细地面，搁处理全部拢处理好啊。拢该洗甲清洁溜溜啊，拢袂臭臊，你放心。两百块，好无？两百，无人来啊？来，前面来。啊，过来咩来无啦？无人来，歹开啊啦。他等下，等一下要清桌面了。两百。等一下要清完桌面就结束。下礼拜日他不一定会来。啊，你各位姐妹一下来。来炒啊！那个套球让他买。来，准备好了，准备了，来一包来。你叫人买水，还你搁抢水？无啦。哦。你来要唱歌啊？闽南高音呢？哦。靠腰呀！不然呢啦？哇哇哇！你看。啊！你搁一直抢，受病吼。来，套餐嘛，剩只有啊啦，什么套餐？好来，五百块来，唔知几只青菜我袂晓讲起，剩只拢有啊，五百块。不行啊，无啊，有没有？五百块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没了，剩这些而已，后面没了。来，套餐来。再结婚，再结婚，来进来。再来。下礼拜天可能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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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礼拜天可
这边又想完了，一斤卖你三四百块的物件，这三百卖三百就想。太细了，来讲你无喂我好啊，无得喂。唔捌食过啦，我知。